哇，又都是这个，应该是大青嘛。你弄的是。这边还有另外一种哦，注意哦。到了花园喽。沿路都是。应该是的，它叫做黄花长穗草。
这是三种一起。1、2、3，一起出现。同框，磕的。这里有1朵、2朵、3朵、4朵、5朵、6朵、7朵。树上好像还有，远远的还没还有一朵。然后呢，我刚刚不是看到好在另外一棵树，这边还有好多朵。下面还有，这边也6朵，这里就看到10几朵。它到底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回家查查看就知道了。哦，今天很棒哦，今天很有收获。你是不是叫做曼陀罗啊？白色的，里面还有好几颗。还闭嘴，还没有开。嘴是闭着。